Raven. Yay. 你要在那玩一天吗？ Yes. Yay. Natural Science Museum. 哈哈哈哈 ！Yeah, Peabod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里面有很多恐龙。It's hard to say it, but it's true. Hard to find the words that I'm supposed to say to you. It's time to pack your bags, girl, cause I'm moving on. I said it, she know that I meant it. I gave her all my money, and now that she spent it, she already talking like she moving on. But girl, I promise. 我帮你摁一下长江呗。耶。 嘿，豆包，你摁一下纽黑文。哦，好厉害 ，Mountain Washington。对。还有青蛇大王最小人呢。青蛇大王在这儿啊！哦，我看到那个蛇了。 这个什么？酸就是那个小老鼠，酸是那个小老鼠。在那儿呢，看到了吗？真的。那你在这个说明书里面找到酸是什么？在哪儿？给我。酸叫做……哎呀，我怎么念呀 ？Clary 的 lemon。啊，这么多石头。那它这个声音。 好 shining 啊，这么漂亮！这个绿色的矿石是从湖南来的，遥港县吗？我说我希望我想要捡一个那个石头，那你就努力去捡吧。你要每天都去河边捡，一定能捡到的。上来了，我们现在在 Discovery Room。 从下面看过去就是哇，刚才的恐龙号。哇，这活的呀！对呀、啊，这是活的蛇。它能干什么呀？上面还有它蜕的皮。这个 lab 给他们建了一个 pipe。我说反了，你怎么回事？哎，你去看一看这些蚂蚁最后运到哪里去了？它们到这里面去了。哦。好恶心！好恶心！没有了，不恶心。他们就来来回回的运这些东西，是吗？这样的工作，他们好厉害呀！为什么这么 busy？ 还把那些叶子都存藏在那些石头上了？是吗？嗯。我跟豆包逛完耶鲁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了，我们两个都特别的喜欢，尤其是里面的那个 Discovery Room， 特别适合带小孩来玩，可以很近距离的观察那个蚂蚁啊，各种昆虫的activity。然后现在马上就要到午餐时间了，一会儿等到豆包爸爸工作完，我们一起要到对面的商学院吃个午餐。 我这个是耶鲁的商学，你来过的，你记得吗？泰式的那种辣咖喱的米粉，海鲜的米粉。这边有一个 tuna sandwich， 下面是 salad。豆包在吃，还有里面夹的西红柿。豆包在吃三明治。然后我尝尝这个米粉怎么样？Yummy, my tummy. 哪个是校长家呀？这个或者是那个，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自己的房子。Hill House Road。就是高瓴资本里面的高瓴的两个字，是不是？ But I did kind of see it being easier just to add like a few vehicles. Book 就是珍藏书和善本书的图书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然后上面每一片都是一片很薄的大理石，这样可以保护里面的书。然后在阳光好的时候，又可以透过那个大理石把自然光透进去。所以我特别好奇里面是什么样子。今天跟豆包爸爸进去看一下。我刚才绕这个图书馆绕了一圈，这里面的所有书都是有双层保护，一层就是这个玻璃的，另一层就是这个薄薄的大理石。然后今天阳光好，可以看到阳光从这个大理石射进来。下面是图书馆的入口，不过是不 open to public， 即便是耶鲁的学生，也要填一个在线的申请。你要是有专门的做 research 做研究的项目，才能够进到这个山本树图书馆里面去摸这些书。I guess 这边就是叫做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很漂亮的一个建筑。 这是一个哥特复兴式建筑，一会儿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哇哦！拉货！哇！这幅画特别的酷，是1890年左右耶鲁的第一批女生 PhD。我们刚才从 campus 走过来了，现在要去哪儿啊，对吧？现在要去寻找耶鲁最好吃的冰淇淋店。 这就是一家很有名的冰淇淋店啦，是本地的一个农场，所以这里面的牛奶和冰淇淋都很好吃。好好好啊！然后呢，该我让孙悟空没打到的时候，他就想起来说：“嘿，要是我打死了他，师傅一定会念紧箍咒。”那想想办法呢？有办法啦！山神、土地神，快出来，让齐天大圣见一下你们！我们现在在耶鲁的 Broadway， 就是一个好像商业街区一样，有一些书店、衣服店，还有饭店。现在要去吃一个叫做 Indian Street Food， 就是印度菜。对黄上前菜。视频就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们吃完这顿饭就要开车回波士顿了，外面天已经